Вот две.什么田？近田。什么田？恩田。什么田？悲田啊、哦。比方说，近田是什么？三宝。对不对？广植福田啊、哦。所以，一二三四五叫五条一，就是沙弥沙弥尼啊、哦、穿的，画成七条的叫七条一，画成九条叫几条一啊？九条一。大和尚穿的那个红竹衣几条？25条。为什么？条越多，是不是田越多啊？表示你的功力越厉害哦，让众生可以种福田。所以叫身披如来，福田衣啊、哦。所以近田、恩田、悲田三宝是我们的什么田？近田，父母是我们的恩田啊、哦，众生我们的什么田啊？悲田，哎。所以就要去种广植福田哈、哦，好，去看《起大智度论》，好不好哈、哦？非常值得看。再来我们看正发心，说从净心地乃至菩萨究竟地，正什么境界啊？所谓真如，看到吗？哦，真如，以一转世说为境界，而使正者没有境界，为真如智，名为法身。所以菩萨在一念起能到十方无余世界，供养诸佛，勤转法轮，为了开导利益众生，不依文字。或者是表示显示很快的啊，超地速成正觉，以为确若众生故。或说我在无量无波身起劫，当成佛道，以为众懈怠众生啊。怎么样？有时候是为了确若的众生来显示什么速超啊，很快就能成佛。有为一种懈怠的众生。说我在无量劫以来就成佛的啊，然后是种种的方便不可思议，实在的菩萨种性根等发心者等所证也等，没有超过之外一切什么菩萨皆经三道无生起劫，但随众生世界不同，所见所闻根意啊，根意性意故事所行也有差别。换句话说，其实是什么？是一样的哈、哦，是因为我们众生不同，所以他在视线哈、哦、会有什么不同？比方说，有一种怯弱众生，有一种众生害，就是说心性比较怯弱的哈、哦，他就会告诉他说：“哎，我怎么样啊？”有一种顿超法门哈、哦，顿超法门。我们再看下面的哈、哦，说菩萨发心有三种，一个叫真心，没有分别；第二方便心，片行。片行利益哈，片利众生。第三叫业识心啊，维系其灭。这业识心就是我们前面讲的那个什么心啊，业心啊。好，大致是这样看的啊。再来，菩萨功德成满，在一色究竟处示现一切世间最高大身，一念相应会，无明顿灭，明一切种智，自然而有不思议量，能现十方利益众生。看看这边啊，叫自然业。你看，自然而不思议业，所以菩萨度众的话，是不是很自然的啊？不是很刻意啊，不刻意的。然后什么叫一切种事呢？一念相应会哈、啊，一念跟智慧相应，无明顿灭啊。有人就问呢、啊：虚空无边，世界也无边，世界无边，所以众生无边，众生无边，所以众生的。心事起心动念心行差别，众生的业事也不无边啊，这样的境界是不可以怎么样分析，就是不可以度量，不可以了解的，难知难解。如果无明断，无明断了没有心想，云何能了啊？你一切种子，他说一切境界本来一心，一切境界本来一心，什么心？一切境界本来一心是什么心？本来就是众生心，对不对？众生心本来就是真如，是离想念的，因为众生妄见境界，所以才有心有分歧，心就起了分别相，以妄起
起了妄想妄念，所以不跟法性相称，所以就不能明了了。诸佛如来跟我们不一样，是没有见想的，所以才无所不遍，心真实故，所以是诸法之性。这是不是又讲到前面了？其实你前面了解的话，现在看这些都很懂了。自体显照一切万法，有大智用，无量方便，随诸众生所应得解，皆能开示种种法义，是故得迷一切种智。好，他说如果有自然业能现一切处，利益众生，一切众生若见其身，若睹神变，若闻其说，无不得意。为什么说世间都不能见呢？他说诸佛如来法身平等，遍一切处，无所作意，无所作意，故说自然依众生心现。众生心就好像镜子，镜子如有垢，色相就不见。众生心如果没有垢，法身怎么样？众生有垢的话，法身就怎么样？不现啊。只是讲到一个，就是说，注意，诸佛在度我们的时候呢，他是怎样？他是无有作意啊，不是说我要去，我有一个有心有为有计划啊，有刻意有什么去这样啊，去要度你的。好，这个我们讲这个发心哦，我们简单说就这样把它讲过。现在我们要注意看后面叫四信，因为我一定要把它稍微讲一下各位同学看那个四信，说信心有哪几种呢？第一个叫什么？信根本，就是起心论很特殊的地方，要信我们的根本。所谓乐念真如法，有没有？有没有？乐念真如法，信根本啊。乐念，而且要注意那个乐字。刚才不最早前面不是说乐怎么样啊？乐行一切善吗？乐念着我跟真如一样啊，我有什么？我的心里面我是一个，我本来有真如的啊。乐念真如法故，本来有自信的。我这里要给同学补充一首诗啊，一首很好玩的诗。可能没有带来，糟糕。那个诗我忘记带了总之呢，这是说相信我们跟那个什么，我们跟诸佛一样的信什么东西啊？乐念真如也说众生的心就是什么，就是真如具有无量的功德，对不对？根本就是什么，就是真如法真如，我们这个就回到最早的心真如好，再来要信什么东西啊？信佛有无量功德，要常念清净供养，恭敬发起善根。所以起心论的四信里面有一个最重要，是要念什么？念自己我有一尊佛，我有一躯佛，那个是布袋和尚有一首诗，我有一躯佛是什么？那个布袋和尚的有一首诗，讲一个说他有一尊佛是怎么样啊？
不是雕刻啊。说，我有一句我中间哈忘掉了哈，我这样是凭我的印象背的哈。说我这尊佛是呢，不是用雕刻的，也不是泥土捏的，也不是用彩绘的，工画画不成，贼偷偷不得啊。体性本自然啊，分身千百亿。我下礼拜我还是下一次我再把它找出来。我现在记不住，我现在记性不行，就是。讲一个人，讲一尊我们身上的一尊哈 ，OK， 就用那个什么禅师啊，是茶陵印禅师的开悟记哈，说我有明珠一颗，这很像《法华经》里面那个宝珠玉啊，宝珠。刚才我们讲那个明镜玉哈，我有明珠一颗，就被陈老峰所今日沉浸光身，照破山河万朵，都是描绘我们的体性哈，体性本自然哈，本来就是一个真如体性啊。然后呢，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布袋和尚讲，就是说，我们的心性就不是那个，不是后天的工画师哈，可以画得出来哈。我的讲义被他们拿走了。好，那个有一天呢、啊，有一个小偷要去偷东西，那个禅师在睡觉，禅师在睡觉，那个小偷偷偷摸摸的、啊、蹑手蹑脚的进去啊，就翻箱倒柜，翻箱倒柜啊。那个禅黑暗当中，突然那个禅师躺在床上突然发话了，他说：“我白天都找不到东西了，你晚上还找得到啊？”啊，把那个小偷吓一大跳啊！你说我白天都翻箱倒柜了。都很认真找，都找不到。你晚上黑摸摸的，光线又不好，怎么找得到东西啊？哎，所以小偷就觉得今天好像很倒霉，没有偷到东西。听，一大部分的小偷都是你要他偷一点东西，他才觉得今天没有空手而回，运气还不错。所以听说香港啊，有一次有一个人跟我讲哈、哦，有一个佛教徒，他说他也是在香港路上走，突然有一个年轻人
就假装是她的男朋友，就这样搭着她的肩，其实是刀子就顶着她的腰，就你跟我走，啊，就跟着她走啊，不反抗，因为反抗会被她杀死，对不对？就走走走，就走到某个地方说，你有什么钱，通通拿出来，他没有钱啊，没有很多钱啊，都倒出来给他。这个小偷还怎么样？还不错，说你家住哪里？我家住在尖沙咀哪里哪里，哦，要多少公车费，就留给他公车费，放他回去。这还是一个有良心的小偷哈，留了一个让他可以坐公车回家，还好没有拖波行脚回去。哎，然后呢，意思说，所以他们香港人就说身上要留，身上你都要装有一点点小钱，不然小偷都没偷到，他会很生气，就是说今天手气不好啊。这个小偷就偷不到东西啦，就讲说他就要怎样，他就哼，这个出家人这么懒哈，意思说你这么偷懒，害我没有东西可以偷。这老和尚说，我为什么要那么勤劳去赚一些东西来给你偷啊？啊，然后他就要跳窗要走，对不对？那个门呐、啊，那老和尚说，哎，把门关好。我说哦，这个老人家连门自己都不关，啊、哦，怪不得没东西让我偷。他说有，有东西只是你偷不到，有一个东西是你偷不着的。什么？他就指天上的月亮，你看，你偷不到的东西，那叫什么？贼偷，嗯，贼偷偷不得的哈、哦。所以这个是根本哈、哦，你有我有大家都有。好，第二个他说信这个佛有无量功德哈、哦，要常念。世人皆不是哈 ，OK， 不管了啊、哦，常念清净供养恭敬，发起善根，这个是念佛。第三个要信仰法有大利益，信佛信法信僧啊、哦。第三，信僧能正修行，自利利他，常乐清净，诸众菩萨就是 OK。各位同学，这里的信三宝哈、哦，也是信自信三宝哈。哦我们讲那个三宝，有人叫做常住三宝啊，啊、哦，什么三宝？常自信三宝啊、哦。什么？我们自信里面有什么信啊？我自信里面，我有没有佛性？啊？你有没有佛性？有没有佛性？有哦，要相信我有佛性。生什么性呢、啊？啊、哦，生是什么？假如你有六合境，你有六合境，生是不是六合境啊？六合合啊，啊、哦，你有六合境的性格，你是不是就是生啊？所以我们每天在唱三皈依，那个三皈依文其实从《华严经》来的，《华严经》的一个啊进行品里面都是这样，前面都是什么？自归你看每天唱都要这个字，不要忘掉，自归于佛，自归于法，自归于僧。倒过来讲，我是不是归于我自己的自信佛，自信里面的佛性，归于我自己自信里面的真理法性，对不对啊、嗯？好，什么叫做归于自己自信的法性呢？宋明理学里面那个理学家叫做什么来着？陆象山说，十三经助我，注解我。十三经，儒家的十三经都是为了要来注解我的，而不是我去注解十三经。看这口气是很大。十三经是儒家的哈，那个《论语》《孟子》啊，《中庸》《大学》啊，哈。孝经啊，尔雅呀，哈，三传三礼等等，啊，左传春秋公养什么谷梁传的、啊、哈，是为了周礼仪礼礼记啊，是为了注解我而写的，哪里是我去注解十三经呐、啊？听得懂吗？啊，所以说陆象山这个口气哈、啊、，OK， 我们来看佛教里面有一个小沙弥，那个也天气放晴啊，树都快要发霉啦，所以寺里面不是出坡吗？日本那个小沙弥啊，大家都去出坡啊，都在晒藏经啊。那个一休怎么样？打开衣服，排在那边晒太阳。兄弟说：“一休，你们偷懒要死了，被纠察叔看到会被骂的。你在干什么？在那边睡觉？哎，我在晒藏经啊。”他
躺在那里晒上经，上经在哪里？嗯，上经在我肚子里呀、啊，所以也叫晒上经啊。所以三藏十二部无非是要来说明，嗯，我的，就是陆象山讲的啊，十三经注解我也，非我注解十三经。但你要到那个境界，你不能你们寺里面真的突破你的，你在那晒藏经去啊。但是他真的到一个啊，到那个境界，丹霞禅师，丹霞呀，天寒地冻在行脚。到了一个寺院，冷得不得了，就把寺里面那个佛像啊，雕刻的啊，拿下来干嘛？烧，取暖呐、啊。香灯师傅就骂说：“你要死了，你怎么在烧佛像啊？我在烧舍利子啊！胡说，这个木材做的一个怎么会有舍利子？如果没有神，那就通通拿下来烧。不过这种公案有一点危险啊，不能学，化无不成还类犬嘛。很多学禅有时候就学成狂禅。”我们不能到寺院说来舍利都拿下来烧啊、哦，不是，就好像我们对济公、济道济禅师，民间把它演成那个样，其实我们都忘记他的慈悲，啊，他显现那些神通广大，那是方便行。我们刚刚讲的方便行，那个方便行有一个后面最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叫为了大悲，啊、哦，大悲济众，哎，是不是？所以他当然展现出一种啊、哦，一种游戏。佛教里面有一个三昧叫做狮子奋训游戏三昧，啊、嗯，游戏神通啊、哦，中国这个游字啊，这个游字很有意思啊、哦，从庄子写的《逍遥游》的游开始啊、哦，佛教的一些游，嗯，游记啊、哦，游戏三昧，哎，所以有时我们没到那种程度的时候，还要比较规规矩矩的啊、哦，好，这里信佛法僧，那但。并不是说叫你就，意思是说，你信佛、学佛、求佛，你对佛的最大报答佛恩就是你成佛啊！你成佛，你怎么成佛啊？你成佛才是对佛最大的报答，嗯，对不对？我讲过，我们说你对你父母最大的报答，你对老师最大的报答就是比他们优秀，比他杰出，啊。啊，你作为佛弟子最大对报佛恩就是成佛，嗯，我跟佛一样啊、哦，有一天我也成佛这样，哎，那当然成佛有时候这个时间快慢啊、哦，这里讲这个信，起信论最大一个特殊是信根本啊、哦，要相信我跟如来一样，我可以叫跟他叫做一鼻孔出气的啊、哦，一鼻孔叫佛。佛佛道同，哎，也许我们觉得怎么可能啊、哦？怎么可能？可能呢？啊、哦，这里就是叫我们要个啥？坚信啊、哦！我们再看这第五，再来一个五行修行，有一个六波罗蜜的修行。你看有五个，一个叫师门、戒门、人门、净门，叫止观门。起信论很特殊，叫止观哦。这其实是六度波罗蜜啊、哦。我们先跳过这个师门、戒门、行门都不看，戒门。进门也不看，我们来看那个止观门。云何修习止观？要修止跟观哦。止一切境界相，止一切境界相，随顺说摩他观亦故。所谓观，分别因缘生灭相，随顺毗离舍那观亦故。怎么样个随顺？一时二意，渐渐休息，不相舍离。简单讲，那个啥，毗舍那，那个就是梵文的、啊，就是中文翻成什么观的啊、哦。刚才讲的那个，那个都是啥，梵文的意思。各位同学，这里要跟你们讲，就是说，其实起信论虽然不讲六度，他讲止跟观。止是什么？禅定门。观是什么门？智慧门。听懂吗？啊、哦，所以起信论用一个止跟观，啊，止于一境啊，止观呢涵盖包含呢六波罗蜜里面的禅定跟智慧啊，所以总的来讲，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六度波罗蜜是不是六度波罗蜜是不是是不是一个大乘菩萨道的一个共通的法门？有没有共通法门啊？嗯，所以虽然是五行，第一个师门就是布施，戒门是持戒，忍门是忍辱门，净门是什么？精进门。止观门的止呢是什么？禅定。观门是什么？是般若啊，是智慧啊。那当他的观，我们已经没有那个现在大学的学生已经没时间听了哈、啊。那个怎样？我们南华的学生等我下次我再来详细讲五行，好不好哈、啊？总之，他那个止观呢哈，止是怎么样？止是把那个念头止于一境，对不对？定于一境啊，所以专注一境。观呢是积极的去观想啊，所以它有四个观：法相观、大悲观、大愿观、精进观哈。行这四个观啊，法相观啊，大悲观、大愿观、精进观啊。好，再用三十秒，起心论最后要告诉我们要干嘛？要哈、啊，要念佛哈、啊，要念佛。他以念佛为方便哈、啊，你会觉得很有意思的。那个很多很多的大德啊，很多很多的大德，包括天台大师，包括唯识宗的。玄奘跟窥基，是不是这样非常重视学理义理的，思辨能力很强的啊、哦，大德啊、哦，也是这样的宗派，就是很重解门的啊、哦，义解门非常深入的大德，最后都怎样？嗯，都修念佛啊、哦。好，念佛呢，最后我用那个副大士的善慧，善慧大师有四句话，叫夜夜报佛眠，朝朝还共起啊。哦这个副大士啊，魏晋南北朝的，叫做善慧，他的祭子里面啊，就是他的颂，南朝的啊，你看这个很有意思，每天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什么？为什么抱佛眠？是不是你把你家的佛像抱着睡觉啊？现在有的人睡觉是抱枕啊，抱一只兔子啦，抱一只猪啦，抱一只小狗啊，他叫你不要抱这个。是不是抱枕？抱什么？抱佛眠，不是叫你把佛像拿来抱，什么意思？夜夜抱佛眠是晚上睡觉以前十念吧？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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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啊，念念念，一口气吸得很足，念一口，念一声佛，念念念念到气没了，哦，念说一起去数羊，
一只、两只跳过去了，跳过去了，哎，96、95啊，啊，管他去啊，朝朝还共起。早上醒来的时候，先不要动了，一个醒来那一刹那，又是十念佛、十念法。十念法哈，什么叫十念法？就是一口气吸足以后，从气眼嘴一直念到气没了，这样念一次，这样叫做一念，叫念十声。所以你晚上睡觉以前是不是跟佛，你观想佛？刚刚讲不到止观吗？观想佛的光明、佛的慈悲、佛的相好，睡着了，早上起来第一个念头也是跟佛啊，哦、所以叫做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行住正相随，行住坐卧都佛跟我相随的，啊，坐卧同居止，哎，行住坐卧就不离了，所以叫分毫不相离，心如身影相似，如影随形，知道佛在哪里呢？欲知佛在，自这因身是啊，所以强调怎么样？念佛啊。有名言说，刚好也还有这个禅跟净的饲料节目，已经我们下次再讲，好不好？啊，所以最后强调什么？念佛的方便性，哎，这非常有意思啊。为什么很多的最后那些那个很聪明的、思辨力很强的这些大师，最后都要怎么样？嗯，要实践哈、啊、净土法门。可见净土绝对不是那么简单，是他立佛教而已，对不对？不是只是顿根哈，所以叫做那个谁，龙树菩萨说叫一行道，一行道啊，哎，我看不是这么简单啊，可见念佛还是最稳当的吧，对不对啊？念最稳当，嗯，好，下个礼拜不好意思哈，你们就来看什么？看这个许久经啊，西来大学的同学，报告赶快记得给我哈，好，下次见，拜拜。